今天要听到陈奕迅的《十年》，这是他每次演唱会都必然会引发大合唱的歌。时间对于爱情来讲，到底是残忍还是温柔？每一个听懂这首歌的人，背后都藏着一曲唱罢后的叹息。而人的一生当中，又有多少个十年呢？如果那没有，我不会把自己难受。兄弟们睡醒了呀。找个小狼子踢踢他。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牵牵手也爱美好。兄弟们，自行车到了，心心念念的自行车，到时候去完成我们的梦想啊，完成我们的理想，搞搞正能量。只能你们天天说我躺着躺着，真的是。然后最近花了好多钱，帐篷、睡袋、锅碗瓢盆、卡式炉。那个自行车后面那个驮包，什么电灯、照明灯、砧板、菜刀，差不多买了1000多块钱的吧，再加上自行车，是吧？差不多投了2000块钱左右了，目前来说。然后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扛得住啊。能不能骑出广州都是问题，还是骑去西藏啊，骑去云南，骑去贵州，怎么样怎么样？我感觉我骑出广州我都骑不出去。兄弟们觉得我能扛几天啊？起床吧，先把那个自行车拿一下吧。回头要组装一下啊，还有这个地啊，咱们得要打扫一下了。我可是有洁癖的人，你给他打扫一下，再出门。兄弟们走了，警察车喽，这么多垃圾给他带出去扔了吧。哎呀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，前面有个大箱子摆在那个，肯定是我的那个自行车啊，你们信不信？肯定是那个，该说不说的，真的是这么大，完了呀，完了呀，兄弟！这也太大了吧，又重，我靠，怎么搞的？兄弟们，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啊、哦，看起来还行啊，慢慢组装吧。一共就这么多啊，这些配件也有的，扳手啊怎么样的，等一下诚心看一下啊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起码花了2.5个小时才组装完成啊，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对啊，兄弟们。还有那么多螺丝，你看，螺丝好多哟，总感觉不对不对不对。试骑一下看看怎么样，兄弟们。
没人抓你的，这个车谁抓呀？我的车在大马上交警察。你这个自行车啊，自行车谁抓你啊？这个车1000多块钱，好骑吗？一个小时骑多少路？脚下轻松不？没听说过这个自行车1000多块钱，还便宜的呢，还有8000-9000的都有。浪费的，浪费的，费点钱是费钱，现在又不当费钱。你骑来骑来1年1年没用，反正不骑就是费钱，对不对？那个自行车停到那里了，过来这里搞个猪脚饭，搞瓶小啤酒啊，20块钱，搞点辣椒，我操，扛不住了呀，兄弟！干完了啊，兄弟们，再和自行车去磨合一下吧。